原来民国名苑是那般优雅美丽，气质出尘。你最喜欢谁呢？一，陆小曼，民国女子有多美貌呢？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，在气质、装束、举止和独立精神等方面，都与从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他们烫头，喷巴黎香水，穿英式高跟鞋、美国丝袜、高叉旗袍和泳衣。原来民国名苑是那般优雅美丽，气质出尘。土味校园皇后陆小曼，她聪明、漂亮、活泼、可爱，在社交界跳舞机灵，令徐志摩为之倾心。二，林徽因胡兰成则说，是从镜中养出来的，莲花绕水，自有一种风韵。即便艳丽，亦是锦缎上开出的牡丹，底子里还是一团静气。可见民国女子气质出尘，一颦一笑尽显优雅。图为民国佳人林徽因，她是中国女人史上的一棵常青树，永不衰败，永不凋零。三，谷婉莹，谷婉莹家世显赫，气质非凡，妥妥就是女神级别的存在。她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就读过的贵族学校中，系女塾学习，学习音乐、科学，阅读很多英文书报，还要学习如何作为称职的宴会女主人。大学毕业后嫁给了清华毕业生吴玉香，图为谷婉莹的婚纱照，不禁感叹，照片上的女子是那样的优雅、娴静、妩媚。四，唐英，唐英，民国第一交际花，她出生名门，曾在中戏女塾学习了三年，她的举手投足间尽显风情万种，加之多才多艺，嗓音甜美，身材苗条，衣着前卫，能唱昆曲，还会演戏，曾主演过《少奶奶的扇子》，是民国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线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